那今天下午的第一场的 talk 是由就为我们带来就我们带来那个 building hosting real world machine learning service from scratch OK 然后就是我们PyCon Taiwan 一个非常元老级的 volunteer， 然后可能在明年的 PyCon Taiwan 也会负责一些蛮重要的事情这样子，然后让我们大家一起掌声欢迎一下就。OK， 这个灯光其实还蛮亮，感觉有圣光打在地上。那个今天那个我们今年我们是拍，我们公司是那个拍港赞助商，所以我们有摆摊，然后有立了一个立板，然后就是拍张海报挂在上面。可是我们发现这个立板虽然在 Costco 已经经过了检验，是弄上去就是会固定住，但今天我同事过来设置的时候，发现总像少了一个扣，少了一个零件，就是能够让那个孔能够扣在那个架子上，然后所以就打了一个 patch， 就是用胶带把它绑上去，所以这就是人生。好，然后今天的讲题其实是怎么样在真实世界里面去让一个 AI 的产品可以 work。那我是 Joe， 然后我在 Onboard Computer Vision 当 AI Engineer， 然后我也是台南 Python User Group 的 Organizer， 虽然我现在人住在台北。然后前几年我也都有在 PyCon 给过 Talk， 然后今天蛮高兴能够在这一间小房间演讲的，因为之前在 R0 的时候感觉不好意思讲一些垃圾话或是开一些玩笑，这边好像比较放松一点。然后今年我们是赞助商，然后我们有摆摊在四楼。然后会有这个 talk 的原因是，去年我从 backend 的角度去，我给了一个 talk， 名字叫做From AI 打 backend into Python。然后我是以 AI 的，以做 backend 的角度去分享，说我进了一间 AI company 以后我看到的一些事情。那 in short 就是有很多 engineering task 需要去做，那 AI 可能只是其中一少部分。那你怎么去跟真正做 AI 的一些 research 口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是那个 talk。但其实我发现在这间公司里面，我在看 AI product 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演进，我觉得也还蛮有趣，而且有一些新的，所以觉得有一些蛮酷的事情，所以就投了这个 talk， 然后想要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跟各位讲一下我所看到的AI product 是怎么演进，然后它会在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哪一些挑战，然后我们做了哪一些action 去克服它。当然有些是成功，有些是失败，但我觉得都还蛮值得分享。所以其实今天的 talk 不会有太多技术的细节，那但是我可能会提到一些特定的 framework 或者提到一些 keyword， 那但我不会对它做太多解释，我会假设你都已经知道，所以会后可能你可以再去查这些关键字，或者是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我去年的一些 talk。 我其实有引用一些去年 talk 的一些投影片，但我今天并不会对它做很多的介绍。好，这是今天的 outline， 然后就是说故事嘛。然后时间轴先拉出来一下，就是我大约是在2017年的年初的时候加入现在这间公司。那所以在这2017之后的那些事情，就我当然可以就我观察到的去跟各位描述。那在我加入之前的话，我只能够透过考古学的方式去访谈我们 CTO， 访谈之前的人，然后可能去查一下 Git 的 history， 然后我才能够知道以前好像发生过了哪一些事情。那好，那我们就开始了。时间如果拉回在2014、2015的时候，其实 machine learning、deep learning， 然后 computer vision， 其实在 这些领域其实都有蛮好的进展。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其实我们公司的 co-founder 他们就在想，我们有没有办法拿这些最新的一些技术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事情？那当时其实我们就做了很多的 POC，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投影片这里就写，你的 main function 到底要执行什么呢？就是有这么多的选择可以尝试，可以尝试这样。那我也相信其实很多的 company 可能现在也还在这个阶段，就是你们还在找到底可以拿 AI 技术去做哪一些应用。那当年我们团队有参加那个 AppWorks 的预测，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做了 demo， 就是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做 3D reconstruction 这样子。这是当年曾经前人们曾经努力过做的一些东西。好，再看下一个。然后这个时候公司的co-founder他们有发现一个 insight， 就是其实好像你拿 AI 去解一些居家智慧监控等等 的领域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好像效果还不错，好像还蛮值得一试的这样子。所以他们在当天的那个 Apple Watch Demo 的时候，其实有做这张投影片，就有做了右边的这个海报，然后去描述说，哎，一些将来 application 的应用的一些可能性。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基本上传统的摄影大厂所提供的一些智慧监控的一些功能，其实都是一点都不智慧，然后很多很多的误报。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 approach 不是用 deep learning 去做，你可能只是做 motion trigger， 就是你去看一个 motion 的那个大小多大，然后甚至你要在装摄影机的时候，你可能还要 configure 说一个人的大小大概是这么大，所以你看到这么大的 motion 的时候，它就是人。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这些功能其实都很不准，所以当时就发现，哎，如果我们用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来解这个问题，好像蛮行的这样子。然后在这2014-2015年的期间，就是创办人们还有前人们就努力的做了很多东西，就是 object detection 嘛。object classification， 反正就是它能够识别说场景里面有哪些东西，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 person 的 detector， 去把人抓出来，然后还甚至做了这个 visual question answering 的一个 demo， 就是给你一张照片，然后回答你的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很寂寞？是，好，然后对，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很发散的去不断的去尝试，就是各种可能有机会可以赚大钱或是改变世界的一些应用。那我们还做了那个 super resolution 的一些研究，我们还甚至发了一些 paper。直接在投影片上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但 anyway 就是对，好。然后事情大概是到了2016年的 CVPR， 我们有投一个 workshop， 然后上了，然后当时那个 CTO 在被我访谈，然后讲到这一页投影片的时候，脸上就露出了好像缅怀往日的那个光荣的那种感觉。但 anyway， 就所以他很特别，就是还给了我下一张照片，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场有 set up 一个 real time 的 demo， 想想看是2016年，然后我们做 human segmentation， 然后你如果看画面的那个照片，应该知道就是我们对于人的轮廓的识别，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做的还不错。以这个 demo 来讲的话，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画面中有摄影机，然后一台笔电，那笔电是 MSI 笔电，有一个 GPU 在上面，能够做一些 inference 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这样的 demo。然后大概也是从这一次之后，我们公司大概觉得好像很多方面都试过了，那接下来方向是什么？好像有比较清楚一点。那大方向上是这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 human segmentation 行，还蛮靠谱的，好像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是 OK。刚刚的 demo 其实有用一台 MSI 笔电，但其实你总不可能在现场每一只摄影机的旁边都放一台 MSI 笔电。那个时候的 edge device 其实还没有到那么好。那当然，CTO 也有跟我说，就是他其实之前更想做的是透过 3D camera 去做一些怎么样的应用。但其实，在2016年那个时候，其实 3D camera 的造价还是太昂贵 ，even 是现在，我想也还是太昂贵。所以我们不考虑使用这样的硬体。那 anyway， 我们就觉得好，那既然在2016那个当下，硬体还没有到那么完善，那不如我们就做 cloud 的 solution， 我们把 stream 通通打到 cloud， 在 cloud 上面去做inference 或者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些应用，这样子。对，那我这边引述了那个吴恩达老师上个月就是到台湾给的演讲，他说：“哎 ，I usually 呀，就是说会开很多个 POC 专案去验证说到底你商业跟技术的交集在哪个地方。”所以我想我们大概花了可能2年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那对，哎，我顺便调查一下，就是，你现在在 AI team， 然后也是处于这个阶段的人，方便举个手吗？就是其实你们还在做 POC 的情况，偷偷举就好，不用举很高。好，我看到，好，谢谢。但这其实是常态，我认为是，就是 even 是现在你想要透过 AI 去做某一些 business， 其实除非你的那个 AI 的应用 domain 跟你原本的主业的领域是绑得很紧的，不然如果你是想要发展一个新的东西的话，我认为你其实就要做很多的尝试。好 ，anyway， 这是第一个
故事的第一个 phase， 那进入 chapter 2。好，我们刚才已经说，我们觉得 human 的 segmentation 蛮靠谱的，好像可以做。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兜出一个可以动的东西？那在这一个阶段，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就，把整个 scenario 定义的更清楚一点，就是我们觉得有摄影机，有 cloud， 然后要把 stream 打上去，那这样子 的东西其实还蛮适合 去用在应用在智慧监控上，所以整个 scenario 大概就是可能你家的警卫可能同时看很多个画面，那同时要帮你收包裹，然后可能他的注意力其实并没有那么及时的在摄影机的画面上，所以他有可能会漏掉一些事情，可能有小偷闯进来，或者是有些什么事情，他没有办法达成 real time 的对你的一些保护。那我们想，如果让 AI 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只要你把一些 condition 定义清楚 ，like， 半夜可能12点以后，你家其实前面院子就不应该有人类出现等等。如果你把这 condition 定好的话，其实你是有办法去取代掉一些人力的使用。对，那个时候我们的 idea 就是，好，我们就做这一块好了。那我们家的 solution 也很简单，就摄影机把 screen 打到 cloud 上面做一些判断，判断完以后就发 notification 给 user。好，感觉起来很简单，就是摄影机、cloud 跟 AI 嘛。那你要怎么做？其实以硬体来讲的话，在台湾要做摄影机是很容易的，再怎么样也是前摄影机 PyCon 制造大国前啦。对，那所以其实你不论是硬体，想要找什么样的硬体，然后你的分位要找人，然后你在的话，你的机构怎么设计？其实你只要找到好的人才的话，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做得到的。那 cloud 的话，第一个问题是你要选哪一个 provider？ 那个时候我们选择 AWS。然后 streaming 的部分要怎么处理？我们一开始有用一个叫做 Corando， 就是那里一杠掉的那个 framework， 就是 Web RTC base 的一个 framework。但那个时候好像不太成熟，我每次听到我同事在讲 Corando 的时候，都露出了诡异的表情，就是好像他很雷的样子。那我不确定他现在的情况发展的如何，但当时有试了一阵子，那我们后来是把它取代掉，后来还是以 Websaki 来做 streaming。然后在 cloud 上的话，我们是透过 VMQ， 因为它 support 很多种不同的传输的 pattern，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设计我们的软体。那 streaming 也处理好了以后，你的 application 那个时候主要的平台其实是非 CV 部分的话，主要是就 Node.js，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就一个同事啊，两个同事就 backend frontend 全部自己做出来。然后对，然后有关 AI 的部分的话，原本是一个 POC 的一个 program， 那怎么样把它兜成一个 service， 我们的选择其实是用 Python 来作为一个媒介，去把整个 PLC 的 program 包起来。那个 PLC program 其实是用 Torch， 是用 Lua 写的，所以外面就是包一层 Python， 然后让它可以动起，可以跟其他的服务做接接这样子。那有趣的点可以讲一下是，其实我们包起来的，我们把 CV 部分包起来的部分是我们用 Lua 原生的 HTTP 的一些 module 去把 Lua 还有 machine learning 那个 model 那个部分包成一个 service， 那个时候是为了方便。而且有趣的是，我在查 code 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那个时候的 Lua 的一些 module 就有一些 sync 的一些功能，所以我还蛮惊讶的。好，那 anyway，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平台兜起来，在2016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好像就上线了。然后它就是一个从POC， 然后放到 production 的一个例子，然后开始卖给找一些客户来使用。好，那事实上是这样子啊，就是毕竟你的东西是从 POC 的 program 然后兜出来的，很快的兜出来到 production 上，所以其实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其实虽然我今天的 talk 是说，怎么样去把一个 AI 的 service 弄好，但其实你家提供给客户的 solution 是 total solution。 Even 你 AI 的 service 再怎么精准，如果你整套的 total solution 里面有个地方坏掉了， like 如果你 camera 打 stream 到 cloud 地方坏掉了，其实客户他是没有办法享用到你的服务的。所以其实这有点像是牵一发动全身那种感觉，就是其实任何地方，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如果你没有把它弄得很通顺的话，其实都会影响到你的整个产品的表现。那其实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去想办法把整个服务变得更加的稳定。
所以呀，就是要救火嘛。那这边贴了一个那个postmortem 的 report， 就是我们 server 如果坏掉或服务坏掉，我们都会写报告。然后就看到，就之前同事就是大约在半夜2:40的时候收到 alert， 然后他3:20起来修电脑，修机器，然后对，就是，所以就是你要把服务给弄稳，其实是很要花很多力气的。那我们做的改进大概是3件事吧，第一个就是修 bug，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你的服务刚上线，所以有一些你以前没想，因为你上线以后才会有使用者开始使用，所以有一些你以前没想到的需求，你可能就会赶快把一些功能补上去。然后再来就是当你很密集频繁的改 code， 你就必须要不断的去 deploy 你的 application， 你必须要让你的 infrastructure 或者说你整个 CICD 的 pipeline 能够更加通畅，所以我们也花了很多力气去想办法把 infra 的地方弄好。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选择就已经都是 Dockerized 的 service， 然后选择用 Jenkins， 然后deploy 的目的地就 AWS， 但我们用 Ansible 帮我们去 handle auto scaling group 的一些 provision 啊或什么一大堆那些东西，对，都强制我同事做的这样子。然后 monitoring 的话也开始去做了一些东西这样子。然后 OK 呀，服务现在好了，现在比较稳一点了。那接下来呢，当客户变多了以后， machine learning 的 service 可能会遇到一个挑战，就是 accuracy 可能不太够。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改善你的服务？那这边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assertion 是 true or false？ 如果你丢到那个 Python interpreter 的话，它是 true 了。但是其实在真实世界里面，到底 data 跟 algorithm 哪个比较重要？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开放性的议题，然后可能在不同的 condition 之下，它都有不同的答案。那我们家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的一开始 machine learning model 所使用的 training data 是用 public dataset， 然后加上我们自己 manually 去 collate 了一些 data， 然后用 open source 的软体 label me 去 label， 然后再拿去做 training， 然后得到的 model。那它的 performance 对一般的情境、一般的摄影机的那个场景来讲还 OK， 就是还有还不错的 accuracy。然后，但是你要知道，就是真实世界里面，可能跟你想的会不太一样。比方说，到了晚上的时候，摄影机会进入 IR mode， 然后所以你画面变成黑白的，那这是一个不一样的 domain。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朋友会就是来，就是像蜘蛛之类，可能会在结网，或者是，所以你的摄影机会看到的那个画面，其实可能跟你想象的会有点不一样。那个 domain 可能是你之前从来没想过的，所以这就是在真实世界里面会遇到的挑战。那你要怎么改善它呢？我稍微去归纳一下我们家的 AI 的部分，大概其实可以分成大概这三个部分。它其实就是一个 data processing 的 pipeline， 里面有很多一站一站的 component。 那有一些 component 可能其实是一些 algorithm 或者一些特别的参数喂进去以后，然后去让你去 filter 掉一些 case。 那有一些部分可能就是用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 去帮你 handle， 去取得一些资讯。那它其实就是一个 pipeline 概念，然后很多地方。那呀，你要怎么样去改善它？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从哪个地方开始着手？我们的选择是从，因为像其实像刚刚有蜘蛛那里爬来爬去那种 case， 其实有一些 case 其实不是你人类可以很轻松想到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做法其实是 OK， 我们还是从 data 着手。那我们觉得只要一直是摄影机，它只要给它够多的 data，我们的 model 其实就能够表现得比较好，所以我们从 collate data 着手，同时也对 model 的 architecture， 当然同时啊也会对它去想要做一些调整，让它表现得更好。那你要怎么去收集 data？ 那刚刚提到啊，就是我们家服务其实就是一条很长一串的 data 的 pipeline， 而且它其实是 real time 在动。那我们有从这几个面向去设计一些收集 data 的一些机制，像是，最末端的 end user 如果发现了你的 alert 是错误的，他可以按个，就是你这是误报哦，就是那种 user 的直接的 feedback。然后我们的 pipeline 有一些 sampling 的 algorithm， 能够去 sample 说，哦，取样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一些 image， 然后你再把它送去做处理。那同时我们有去，使用一些不同于 deep learning 的一些
algorithm 去想办法去 mine 一些 false negative case， 因为其实 false negative case 其实是最可以说几乎是最难找到的，就是你要去 collect false positive 其实是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要 collect false negative 是很困难，所以我们有一些 false negative miner 的一些机制去协助我们收一些 data。那收到 data 以后，当然就是要想办法 label。那我们原本用 open source 的 solution， 但它的效率没那么好，所以我们就自己 build 了一个。那我在去年的 talk 其实有提到，我们有 build 了一个我们自己的 labeling 的 platform。然后它的作用大概是，我们能够让我们自己的 labeler 来使用，有账号、密码登入，然后而且会去检核说这个 labeler 它的 performance 怎么样 ，label 的速度如何啊，它的准确率怎么样啊之类的。然后那个整个 labeling 的 flow 其实也是有分很多阶段，就是一个人 lay 完以后，还有另外一个人去做 check， 这样要确保 data 的完整性这样子。然后同时我们有跟一些 third party 的厂商合作，然后去把这个系统让他们来使用，让他们来协助我们去 label 一些 data。对，然后 maybe 如果现场有一些也有做 labeling 的朋友，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聊一下，因为我觉得 data labeling。其实真的是一门学问，因为你有时候为了要去，因为你毕竟要害了一个人去 label 嘛，那个 code 其实是蛮高的，所以你其实会想一些更自动化的方式，让这个人的 performance 能够变得更好。like 你可能先过你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 把你 machine learning model inference 的结果放在那个 image 上，然后你可能再让人类去微调就好，这样可能会比较快，也可能不会，就是他需要听力的地方其实很多。所以如果在场如果有人是专家的话，也欢迎找我聊聊，或者是你们公司有经营相关业务的话。对，那这个 labeling platform 就上面的这些，就 Python 写的，然后用 Flask 啊，然后要去做一些处理，有用到 NumPy， 然后有些 async 的 task 是用 Celery， 然后 Redis， 然后 backend 就 MongoDB， 然后 UWSGI 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了 data labeling 的 platform， 然后已经有能力去改善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 那 what's next？ 下一步是什么？当一个服务变得比较稳定，然后 accuracy 也还勉强可以的时候，换言之就是可以卖的状态嘛。那如果你是老板，你一定是想说，哦，我如果这个 feature 已经做完了，那我可不可以再做下一个，把原本的 feature 改一改，然后就可以出第二条产品线，再去赚更多的钱之类的。所以我们下一个遇到的挑战其实是我们想要launch更多产品在市面上。那困难点是在于说我们原本的那个feature 第一个那个 main function 可能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POC 的 application 转换而来，所以它其实有很多有点脏的 code。那你要怎么办？就只能够重构你的程式。那我在去年的 PyCon 的时候，其实有提到，就是我们家 streaming based 的那个产品线的一个很简要的一个 architecture， 其实也没什么，就 stream 打上来，经过 media server， 然后根据一些条件，例如时间，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把 stream forward 到后面，然后后面有一些机制把每个 stream 就 assign 给每一个需要去处理那个对应 stream 的一个 stream manager 去 handle 那个 camera 特定 per camera 的一些context。然后他在 handle 的过程中，如果有需要，就是去 call 一些 AI machine learning service。那这是那个时候提到的 architecture。那我在去年的 talk 其实有提到，就是如果你去看整个 architecture， 会发现87%基本上都是 backend 的 task， 可能只有3%才是有关 machine learning 相关的 code。 所以可以知道，当你要去重构你的整个 AI service 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你要去处理的东西就是 backend 的部分。那我们有做的事情是大概是这些，就 Python 2.3。 其实我们要升2.3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的服务所 handle 的 business large 可能不像各位，假设你们是做电商或是做一些复杂的 application， 你们的 business logic 其实写了很多很多，而且可能用了很多很多的 package。 那我们这边相对的处理可以把它解构成一站一站，一个 component 一个 component， 所以我们每个 component 其实要重构的那个范围，对比于各位来讲的话，其实 相对是稍微少一点点。那 anyway， 在去年的演讲就分享过，就这个地方我就不提太多。但 refactor 完以后最大好处就是用 Python 3就是爽嘛，因为 performance 比较好，跑得比较快，然后有一些新的功能就可以使用，像 fstream 啊、typing 啊、thinkio 啊，或者用 trace mellow 可以协助你去 trace 你的 Python program 的 memory 的使用情况。然后对 thinkio， 早上在这个地方的 Jimmy Lai 的那个，他其实有提到，就是他们有很多 optimization，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这样。
然后 anyway， 我们也把我们的架构重构后，然后用 async IO 去做一下 optimization， 然后整体的 performance 的确也有一些提升。好，这个地方我也不多提。然后我们原本是用 Lua， 然后用 Torch 的 framework， 然后 researcher 那个时候其实就 researcher 跟我们 engineer 就一起投向 PyTorch， 然后投向当然 researcher 既然上游都已经换成是 Python based 的 machine learning 的 solution 的 framework 的话，其实下游我们这边对应就也把它改成原本 HTTP 那个部分也把它改成是用 Python based， 然后得到的结果还不错。然后我去年的时候其实有提到其中一个转换从 Torch 转换成 PyTorch 以后的一个好处是 High Performance， 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描述可能不太正确。那个时候我的论点其实是，因为 Machine Learning Inference 的 Service 呢，最大的 bottleneck 是在 GPU 的 Utilization， 你只要能够让 GPU 塞满，其实用哪个 Language 其实没差的。对，这个 idea 基本上是没错，所以用 Python 感觉是个还 OK 的 Language， 但问题其实是在于有时候你要去做 Processing 之前，你会有一些 Pre-Processing，你可能会把图做一些 resize 或 whatever， 做一些一大堆处理。这些处理用哪个 language 来处理，其实就会有差了。那 Python 可能不是一个最快的一个 language， 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可能是你如果想要 optimize 你的 GPU 的 service 的话，很有可能你在前面可能要有用其他的 language 或其他的 component 去把东西都已经处理好了以后，再让你的那个 GPU instance 很专心的去做送GPU 的这件事情，所以呀，这算是一个 update。那换成 Python 以后，当然你就 package 很多可以使用。然后我们有使用一些 tool， 像 Pyflame 去做 profiling， 然后 Trace Malloc 协助我们去找 Python 里面一些 memory 使用的情况，然后用 Vagrin 去看一下我们写的C extension 的一些 code 有没有 memory leak， 然后它都让我们程式变得更加的稳定。那这个地方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去年的投，我在那个时候有做一些介绍。那结果大概是这样子，就是重构了我们程式以后，我们的 maintainability 变好了，然后整个程式因为切了更多的 component， 所以比较好做 monitoring， 然后因此也可以加更多 feature 了。那我们接下来面对的挑战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像我今天遇到一个朋友，就一见面就先跟他互相伤害一下，就是请问你又要生小孩了吗？就是当然如果你年纪更小一点，可能是你要结婚了吗，或者是再更往前一点，可能是你刚毕业的时候就说你找到工作了吗，就是都会有这种互相伤害的话。如果你今天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在做 AI 或做 machine learning 的，你可以问他说请问你们最近什么时候要上新 model， 那这可能也是他们心中的一个痛。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也虽然刚刚我提到说我们有设计了我们data collection 啊 data labeling 整个 pipeline， 但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这件事情你要让它真的能够有很立即很快速的影响力其实是很困难的。那症结点是在哪里，其实是在于你可能会需要做一些沟通，做一些自动化，你才有办法达成很立即的去能够不断的输出新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 那这里举例来讲好了，这边就讲了，就是假设你的公司里面有 researcher， 然后你是 AI engineer， 然后你必须要交付一些东西给你的客户。那好，第一件事情是 researcher 其实就会不断做研究，然后可能会去 survey 说Google 或 Facebook 可能 release 一个最新的一个 model， 然后他做完研究后发现这个 model 这个地方可能 tweak 一下就可以变成一个很适合我们公司使用的一个 machine learning model， 那他可能写一篇 report 给你，然后你可能去把他的东西读一读，然后去 implement 它，那你最后就升级，你就拥有能力能够去设计更好的 model。 那这是要花一段时间去做的。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production 上的 AI 的 service， 其实你会需要不断的去 monitor 它到底它的 performance 怎么样嘛。那假设你被 customer complain 的话，你会做的事情是，那你可能要去做更多的 data collection， 更积极的去多收一些 data， 然后你有这些 data 之后呢，你会去做 training， 然后接下来你会去做 evaluation， 看看你生出来的 model performance 如何，那最后可能再根据 evaluation 结果就决定要不要 deploy， 然后最后 customer 才会开心。其实这些事情这些 task 是一直不断一直在做的，那你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是能够很顺畅的一直做下去，这件事情是很难的。那我们的解法其实就是想办法去 build 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 pipeline， 但我会说它其实不只是一个自动化的 pipeline， 一段程式，它其实是包含了你们怎么去合作，
去让这个 machine learning 产品变得更好的一段 SOP。 那这是去年我有用过的投影片，然后描述大概就是当时这个很简略的 machine pipeline 的一个图。那 ensure 就是想办法让你的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 的设计然后跟评估这个整个 iteration 能够缩短。那提到 machine learning 的 pipeline 的话，其实这里有一些 reference， 你可以看一下 Uber 或是 Airbnb 的一些架构。对，那呀，怎么样开始去 build 你自己的 machine learning 的 pipeline？ 我会说，经过这个时间点，大概是从2017年底的时候，我们意识到 machine learning pipeline 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要怎么去 build 它，我们都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可能只是就读了一些文献，然后觉得哦，好像这样可以设计。那大概就是从2018、2019到现在，到现在都还一直在做。然后这段期间我，如果要我摘要说最重要的几件事情，我会说就是这句话，就是你要确定你的目标很明确，你要确定你的 user story 很务实，然后你的 resource 够。那这三个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如果你的目标不明确的话，你做起来会很没有动力。然后以及如果你的 user story 那么不切实际的话，你的力气会很散掉，就是你可能开发去做一些相对现在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些功能。然后如果你 resource 不够的话，其实你的速度会很慢，而且做的人其实力气会心情上可能会觉得就是不够人啊，那种感觉。那呀，这边就列出了这三项要素，可能需要考虑的一些点。像目标上的话，可能你的 timeline 要拉清楚，你的 outcome 是什么要定清楚，你的 user story 你再去 define 出来的时候，你可能要带来每个人的 concern， 因为 researcher 的 concern 他可能在意的是他的研究怎么样能够更快的得到 feedback， 那些研究的一些参数能不能够被妥善的记录下来，然后被以后的人能够查核来使用。那以 AI engineer 去负责 production service 的人来讲，你可能在意的是这个 pipeline 最后的产出可以什么时候可以对有实际的系统造成影响。那 resource 来讲的话，至少有这三类的人都会是需要具备才有办法去 build 你的 machine learning 的 pipeline。 那我们家目前做的进度大概是我们把我们的 machine learning pipeline 分成三个 phase， 就是 data collection， 然后 model training， 还有 model evaluation， 然后还有最后的 model deployment。 那model data collection 的话，因为我们做了很久，大概从2017年年初就做到现在，所以相对的比较完善。值得一提的其实是你的 data collection 的终点其实不是 label 完的东西放到某个 database 就结束，因为你这东西是要给人家拿来用的，所以我是蛮建议你可能要 build 一层 data access layer， 然后去让每个去 access data 的人都有足够的记录，或者说他能够 export 出一些 config 或者是一些 log， 让人知道我今天拿出来做 machine learning 应用的这个 data set 跟你拿出来的其实是可以比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 model training 的话，model training 跟 model evaluation 目前选用的 framework 是那个 based on Kubernetes 的 Kubeflow。那对这边秀的截图就是我们其中一个 POC 的一个小 pipeline， 就反正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去动态的 allocate resource， 然后去跑它。那这里可能需要提到的几个点，大概是你的 machine learning 的那个 repo 就 source code 可能有必要去建立一些一定的规范，包含你的 model 可能普遍的档案结构可能就是固定成把它固定成长什么样子，你的 model 的 repo 的 architecture 可能要定义好，然后你的 configuration 也很重要，因为当你的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 够多的时候，你的 configuration 很容易会乱掉。所以其实你可能要有一个 unify 的方式去让大家在每一次做你的 model training 的时候，这些当时你到底下了什么参数这件事情能够被妥善的去记录下来，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去做一些比较。然后 model evaluation 下一个部分要注意的点其实是implementation， 表面上感觉起来你好像觉得这个地方我们就是算个 AP 嘛，算个 AR 或算个什么就好。但其实你 implement 计算的这个，你的计算的那个方式，如果 implementation 不一样的话，其实有可能导致的结果会是不一样的。那换言之，就很有可能一个 researcher 他
他做了一个 machine learning model， 然后做了一个 evaluation， 得到的结果是得到一个数字，假设是 1.5， 那很有可能另外一个 AI engineer 呢，你又重做了一次，但你的 evaluation 的 implementation 方式不一样，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同样的一个 model， 可是最后 evaluate 出来的数字可能是变成 2.0。 那其实这之中其实是有一些差异性在的，所以其实我们蛮建议，如果说你们的组织发展的稍微够大或更成熟一点的话，蛮建议你尽量把一些可以抽成共用 library 的地方把它抽出来，然后用一致的 implementation 去做你的 evaluation， 这样可能可以消除一些实作上的一些差异。那我们家大概这样就做到这边啦，就是差不多就是一键按下去，然后可以 train 一个 model。那至于 model 完了以后 ，model train 出来以后，我目前还是要依赖人工可能去判读一下图表，然后就决定，这个适不适合 deploy 到 production。那我们会做的事情其实是还会有专人再去把那个 model 可能再改一些 code， 然后再打一些 command， 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 model 送到 production 去。就是后面的 model 的 management 跟 deployment 的方面，我们也还在想看。在规划说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个地方能够更自动化的去完成。好，现在也有 machine learning 的 pipeline 了，然后呀还欠什么？就是很简单嘛，就是当你的产品在市场上卖，然后你老板的 concern 其实会是有没有办法就是把整个 cost 降低嘛。Customer 他的期待是希望你的服务是很稳定的、很准的。然后 engineer 的期待其实我们希望程式是好维护的，那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既有的产品我们又做了一些修改。那首先第一个是 cost， 其实以 AI 的产品来讲， cost 最主要大概可以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 cloud 部分的 cost， 然后你把它再拆解的话，可能会发现就是 computing 啊或 network 花的一些钱，那这方面的 cost 如果你想要去 optimize 它的话，可能就是调它的 architecture之类的。那如果是 GPU 的 cost 的话，你可能就想办法去 optimize 你的 throughput， 然后又或者说是调你的一些 algorithm。 那我左边这边列的这个图其实就是一个 batch size 的影响，就当你 batch size 送 GPU 运算的 batch size 大小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它也会带来不同的影响。那当然你会希望 batch size 理论上越大越好，那你就可以一口气让 GPU 都是满载的状态，但当你 batch size 太大的时候，对于一个 real time 的一个 service 来讲，它的 latency 其实会变太高，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 batch size 可能还行，然后但是你的 latency 也能够控制在顾客可以接受的范围。除了 cloud 以外，还有 offline 的 machine learning pipeline 所要花的 cost， 那有 computing 的 cost 啊，同样也有一些 GPU 的 cost， 尤其是在做 training 的时候，有时候你去做一些 training 可能其实是要花个好几天才 train 得完，假设你 data set 很大的话。那我们的做法其实是想办法去找更便宜的 GPU resource 的 provider， 像台湾的话有那个 TWCC 的平台，就是国网中心弄的平台，然后又或者想办法去 dispatch， 把一些 training 的 task dispatch 到自家的机房去做，所以这是可能可以去做的面向。然后还有 labeling 的 cost 也不要忘记了，就是你每一只 camera 可能都有对应的一个小小的 data set， 有关这只 camera 的一些场景的一些图，那你总是要找人把它 label， 那你找人把它 label 其实是要花钱的，那个钱就千万不要忘掉了。所以这都是有花一些 cost 的地方，然后我们也努力的想要去改善它这样子。然后顾客想要的其实是服务很稳定，所以某种程度你可能就必须要对你的服务做很深入的一些监控，然后在强制我同事的协助之下，就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可以 break down 到就是 per camera 的一些 status， 就是每一只摄影机它到底花了 B 公司多少钱一个月，都这些数字我们都可以算得出来。然后当你的 monitor 的机制好了之后，你要去做别的事情 ，like 就是服务故障的时候有一些警示啊，那些最就是最 fundamental 的 monitor 做好了以后，这些 alert 的机制其实才有办法运作起来。又或者是你想要排班表找人。半夜起床 ，server 如果坏掉的话，半夜起床，可能根据手册去修 server 才有办法达成。那再来就是我们为了要让整个服务的 maintainability 是比较好的，我们就 embrace DevOps 的文化，然后也很强调 engineering 的一些 sharing 啊的一些氛围。好，
终于来到这个最后一个 chapter， 就是 age， 就是刚刚其实有提到，在2016年那个时候，我们选择其实是上 cloud 嘛，但那个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就其实 age defi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选择，但是现在其实这几年大家就会发现，哎，好像哪一间厂商也出了什么 AI chip， 然后好像又可以做了什么事情，那究竟 age， 这个可能性被打开了以后，到底会对实际上的现在的产品有什么影响呢？好，首先第一个是为什么要 edge device？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几个考量，其实第一个是 cost， 因为你要在 cloud 上面用 GPU 做运算还是有点贵，都放到 edge 的话省钱，然后你可以去做 inference 的 resolution 呢，可以拉高一点，因为你不会想要把 HD 的 stream 全部都打到 cloud 上，然后再去做 inference， 那太贵了。其实我们会把它 resolution 稍微降低。那再来就是 latency， 就是呀，你在 local 就处理好的话 ，latency 当然会比较低。然后 network 的 consumption 也可以变小啊，然后有一些客户可能会有一些concern， 他不希望太多东西到外面去，所以他觉得在 local 做好就好。那这是Edge 我目前想得到它的一些好处。那我们家大概是在今年六月吧，就 launch 了一支AI camera， 然后它的 status 很有趣，它现在大概还在 from case to stability 的那个状态。那稍微不一样的点是因为我们原本的产品其实是原本的 AI service 其实是 cloud based， 本来就是 cloud based， 所以 even 我们出了 edge device， 我们仍然还是把它设计成 cloud based。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比较像是它不是 continuous stream 的不断打到 cloud 上，而是当它在 local 判断觉得这段影片有问题的时候，它才把这一段影片打到 cloud 上， cloud 上还会再做一些后处理，就是可能因为很有可能 local 的environment 或者说是运算有一些限制，所以没有算那么准，所以 cloud 上在做一些补强这样子。对，那这是我们所选择的 solution。 那我会觉得我们的优势其实是在于，因为我们本来就已经有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 pipeline， 然后 data collection 也收很多，所以其实我们可以 reuse 既有 cloud 的一些 architecture 去 enhance 我们的 model， 然后那些 data 其实也是很有价值。对，那也这使得我们能够有能力去尽量去为每一只 camera 都 deploy， 让它搭载比较适合的一些 model。 对，然后很快的 recap 的话，大概就我们家做 AI service 的那个流程大概就这样子嘛。一开始我们先做很多 POC， 在2014年的时候看 business 跟 technical 的 overlap 的地方在哪里，接下来我们想办法让它可以 work， 接下来我们想办法要加 feature， 所以把 infrastructure tweak 的好一点，然后我想办法去 tune 它的 accuracy， 所以收集很多 data， 然后为了要去发展更多的产品线，所以我们想办法要去把既有的的架构变得 maintainability 变得比较好一点，然后为了要能够让 researcher 跟 AI engineer 之间的口误能够更顺，而且能够更持续的产出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 所以我们去做了 ML pipeline， 然后呀，最终的 service 还是要考虑到怎么样能够赚钱，而且是不是 scalable， 所以其实我们也去 tweak production 上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现在发展了一个新的产品线做 Edge， 然后它现在的情况又是处于一个在 business 跟 technology 之间的寻找它的 overlap 的一个状态。对，那这大概就是呀我在这间公司看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最后的 takeaway 其实是这样子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其实你做一个 AI service，做一个 AI product， 其实最重要的其实还是 product 的 mindset。 它在不同的时间点其实我们都会有不同的 concern， 然后你要解决问题其实也是不一样。那呀，毕竟你的 service， 你所要做的 AI service 是要在真实世界里面去 host， 而不是只是在一篇 paper 里面 implement 出来一个小 demo 而已，所以你就必须要解那么多的问题。好，那我的演讲大概就到这边这样子，然后你正在征人这样子。好好，请大家给Joe一个掌声，谢谢。然后这边在 slide 上面有几个问题，然后我可能帮听众问一下。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有人在问说，你们 POC 的时候怎么做 evaluation， 是谁决定要这个 POC 是可以 go production 的？老板懂 AI 吗？如果你讲的问的那个 POC 是指在2014、2015的那个时候，我会觉得那是很商业面决策的一个问题，所以呀，就老板说了算。你们觉得，就是那个时候你们觉得哪个产品之后
的市场比较大，然后比较有机会就选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在产品上市的市场调查还有竞品分析这部分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我们会有人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是 marketing team 的人或者是一些 sales， 他们会去做这些分析。对，然后同时我们可能也会去做一些评测，但那些评测的内容我们都不会公开，就是内部的一些 QA 的部门啊等等。对，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目前团队在人体辨识的部分有包含针对身心障碍人士的辨识吗？我抱歉，如果这个问题就是我从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可以麻烦那个听众举手一下，可以他可以自己发问，这样让问题更清楚一点。不过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子。了解，身心障碍人士这边，好，我们私下讨论好，我不太没有完全了解那个题目的内容。所以对，所以如果这位听众如果有问题的话，再来找讲者。那我们再一次感谢Joe的演讲，谢谢。